它煎一下就是吧？对，煎一下。嗯。哦，这一条整鱼。对，一条整鱼，下条整鱼。菜籽油。这一盆油有多少重？一盆油有五六斤。五六斤菜籽油，鱼煮饭。哦，菜籽油炸出来响的了。菜籽油炸出来响的。哦。把家来加水。好，加。哦，那溜过。溜过。对。啊。这是油锅里的菜。这叫油煮饭了。鱼煮饭。两盆米吗？嗯。哦，来了。现在多少钱？他老家请一百。哦，一百就是两碗米饭。对。连锅过不？哎，对。我炒着了。好，你炒。嗯。这两碗米饭，两个胳膊，这个20年没涨价了，20多年没涨价了。还是120块钱。还是一百。哎呦，20年前这个价格高了啊！对，对吧？没涨。啊，没涨。是良心商家。对。原来你的这个是老金的。那个上面这个是料包吗？料包。料包。那个鱼是混的。混的。草鱼。草鱼。这个我们家养。草鱼。那大的鱼。嗯，大。你炒一块，我们看一下。这胡碎掉了。哦。这鱼滑呀！这多少斤的鱼？这有啥嘞？有几十斤，最少有几十斤。好，盖锅盖吧。几十斤。好的。盖锅盖了。盖锅盖。啊，找到了。好的。嗯。哎呦妈！这个河虾大，河虾外围，人家叫河本。这也就是水。水库大水库里头有的。老板，那气死了！咸蛋的宝宝，咸蛋的少啊！开火不急。这一面是放瓦的，那他们在地府里头。那边是鱼煮饭，搞过我的。这是菜籽油，你看。都有。他过来了。农垦柴火。老姐，你看带大的来哦，这就是灌汤鱼煮饭。对，你这样炒到炸，啪啪就炸。好东西。说这还有柴火。火候不够，炒起了大火，炒的啪啪就炸。我的一个电视剧。六口大锅同时烧。他要炒的，从我家炒你家来，炒到啪啪就炸。再加开水。开水。烧出来的嘛，是吧？农村柴火大锅，六口大锅同时烧，来啦！鱼煮饭锅巴来啦！像这种鸡，它烧出来能不好吃吗？就是三养，咦，三养大公鸡，远处的田野，你看看。幸福的人家呀，这就是安徽省凤阳县灌汤张立军鱼煮饭。你找大厨都是自家人。这个是啥？这个是啥？
带来，这叫炫牛肉带鱼泡泡。就给我带一下就成了吗？对对，这就加热一下就行了。我这从湖北公安弄来的，大概热一下就完了。鱼泡和这个牛肉，都放一起来啊。这个牛肉和这个鱼泡放在一起热。你看，公安特色炫牛肉炖鱼泡。现在，这就是土菜，这肉圆子，这是特色菜，还要放点糖，放点盐，这叫凉拌腰花，给的。讲全安徽没这道菜，凉拌腰花，哎呦。马上尝尝，这个老板干大了了，你看看，煮饭嘞，欠上一碗干饭，两个过馍，过馍吗？哦，先买，看看，还会派一个贼不在道，来，这个合价不贵，打几十块钱，八十。八十一斤，真可以。三斤买不到。大河蟹，这河蟹大，大。这都是从捕捞区就是我们捞的。济南鲫鱼汤，哎呀妈呀，多鲜！公鸡来了。这汤头，这叫什么？这鱼泡泡呀，鱼泡泡就是水牛肉烧鱼泡泡。乖，你看跟熏。来来来，你看看牛肉还多。这干饭怎么样？熏。我特地叫他来加工来，好的，八九到了。哎呀，看看这个酒啊，且看看酒啊，我们喝老牌怀旧版，古井贡酒，古井贡酒对，这就不错，五十度嘞，也是安徽的名酒。我喝的五十度高度酒，你看多么好，酒化起来了，酒化绝对到位。我靠，做经理了，做这个，一亿的，一亿的，对，这样做经理。这样也是，就是这样就存在包装里了。嗯，存在的。我们在汾阳灌汤吃鱼煮饭，也是二三十年老店了。哎，这是张总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风浪越大鱼越贵。张烈军鱼煮饭，我们吃的就是这个味。好，请过来呗。初次跟张总认识，朋友不怕相识晚，就怕我们以后不发展。是鱼促进，知鱼终老，愿我们一路奔跑，越来越好，朋友的感情越来越好。秦氏这杯酒喝掉，好上加好，来再干一杯。看这个酒杯大哦，干掉！哎呦妈呀，今天干得真好，高兴！我弟弟，快我。叫水牛肉烧鱼泡泡，来，尝一口。我要有好的，你都和弟兄们分享。那必须的，这是水牛肉烧的好。你看这个条件，这鱼泡还不浓，又有嚼劲，有脆，吃到嘴里脆脆糊糊的。这是把酒倒杯，再过一杯。